陳偉業員，我主席簡單回應剛才副局長即對你嗰個提問的回應啫，主席。即係諗下副局長到今日都明顯未掌握嗰、那個即係爭論嘅焦點。嗰、那個爭論嘅焦點係規劃嘅唔公平啊嘛！你啲富豪嘅土地，高爾夫球場又好，梁振英嘅別墅又好，啊啲大財團啲土地又好，你冇喐佢哋啊嘛！你將嗰啲就劃咗做私人發展，佢就賺大錢，係嘛？解放嗰啲地你又唔喐。係嘛？咁你變咗成個規劃係為咗啲富豪掠水，嗰啲嘅權貴嘅土地你就保留，其他嗰啲貧窮嗰啲咁嘅屋嗰啲你就收，係令到成個群、成個香港，包括我哋好多唔係喺東北嘅市民嚟講，都係感到憤怒啊嘛！頭先你答成個問題，你都係冇針對成個嘅東北規劃嘅焦點，由當初話呢一個嘅內地。內地嚟嘅即係嗰啲個居民嘅後花園，臨尾就變咗一個嘅概念。但係真正個焦點係傾斜同埋唔公平啊嘛。好，下一位，仲有邊位？